大家好，我是大雷。今天初五，年算是过完了。昨天当天那边也给我来信了，去见了一个相亲对象，是他高中同学，都认识，看他俩了就。然后今天老妈准备做好吃的，这个全聚德的这个烤鸭，朋友送的，准备做一个这个。这里面这个是鸭子，熟的。这个是干的那个酱，然后还有一包这个卷饼啊。接下来整个鱼，这是边花鱼哈，挺好。下锅了。再放点葱和姜。这刚才烤了两个鸡蛋，用卫生纸包的。哎呀，爆了，怎么着？爆了没事儿。爆了没事儿啊？对，没事儿。你看这个都这样了，看。要要要，这个、里面还是那啥了，没好呢。啊，你这掉个个没事儿，坏了也没事儿，沾点火炭更好吃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吃炭啊！哎，你就信我的吧。行。这我都吃出经验了，行，这我妈准备崩点爆米花，还整的这个玉米粒儿买的，还有一个糖，现在在那拌。哟，哎，对，就是这个声音，爆了吧？爆了就对了。为啥呀？那爆了不没了吗？哎呀，就那点儿就是精华，老好吃了。哎，对。这样还可以，但是确实卖相不太好，还有一半呢，那没了，搬进去了，这个也拿出来呀，拿出来吧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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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就是这感觉，哎，这样这也行，哎，行，这也行，那个给我也行，这个都炸了，这个，哎，美味，哎呦。哎呀，烫啊烫啊烫啊，来了，尝尝吧，直接来一口呗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还痛苦的表情呢？这不好吃啊？我还没尝出来味儿呢。你大口一点，没事儿。怎么样吧？哎，这活儿行啊。啊？这活儿可以。这活儿可以，都可以。两块钱一个，行不行？你说下一个的吧，值不值吧？这个啊，一块五吧，也行。再给我来两个，一块五也行。咋了？蹦了。蹦了。呀呀呀！呀呀呀！听这里声音，砰砰的。这咋一直吃了是吗？有的他挑那个。锅上它就碰上了，嗯，真有才啊！做好了，看看吧，这一大锅，嗯，这挺好啊。这包味道怎么样？好吃，你尝尝。尝尝吧，看看吧，尝一个啊。嗯，挺好。甜的，又甜又香。嗯，行。哎，我发现鸭子能吃啥都香。你就直接掰了。行，上手就行。看着还可以哈。啊。直接再整点那个酱，你整就蘸进去。哇，这鱼！行哈。抓手吧。开饭了。吃饭。吃饭。
这是北京烤鸭，还有刚才这个鱼，还有点剩饭剩菜啥的，这个是今天早上吃的，我妈还整了点这个汤圆。你吃啥？包肉、饼子、包肉蘸酱，这样了吗？我吃点饭，给肉搁里了，酱直接就搁里了吗？嗯，来，拿那个肉蘸着酱，裹得多好。哦，那也行哈。你还省得用勺子了。拿肉蘸酱。对，裹就行。来，把这单子，然后搁里头，这么吃。嗯。老长时间都没买葱了。嗯，老虎婆，人家说你得先吃鱼。嗯，我没吃，没那种事儿。挺好，好吃吧？不淡。整的呢？整的快。嗯，等会儿我葫芦整了。这吃完了，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